听读练习。主动伸出友谊的手。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他来到一个地方，走进第一层时，他发现有一张长长的大桌子，上面摆满了丰盛的食物，桌子旁边都坐着人，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吃得到，因为大家的胳膊受到魔法师的控制，全都变成了直的，不能弯曲，桌上的美食也就无法吃到，所以个个愁苦满面。但是他听到楼上却充满了笑声，他好奇地上楼一看，同样的也有一群人，胳膊也都不能弯曲，但是大家却吃得兴高采烈。原来虽然他们的胳膊不能弯曲，但大家互相帮助夹菜喂食，结果都吃得很尽兴。在生命的道路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不依靠别人而独立生活。先主动伸出友谊的手，你会发现原来四周有这么多的朋友。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他来到一个地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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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进第一层时，他发现有一张长长的大桌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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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面摆满了丰盛的食物，桌子旁边都坐着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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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吃得到，因为大家的胳膊受到魔法师的控制，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吃得到，因为大家的胳膊受到魔法师的控制。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吃得到，因为大家的胳膊受到魔法师的控制。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吃得到，因为大家的胳膊受到魔法师的控制。全都变成了直的，不能弯曲，桌上的美食也就无法吃到，所以个个愁苦满面。全都变成了直的，不能弯曲，桌上的美食也就无法吃到，所以个个愁苦满面。
全都变成了直的，不能弯曲，桌上的美食也就无法吃到，所以个个愁苦满面。全都变成了直的，不能弯曲，桌上的美食也就无法吃到，所以个个愁苦满面。但是他听到楼上却充满了笑声，他好奇地上楼一看，同样的，也有一群人，胳膊也都不能弯曲，但是大家却吃得兴高采烈。原来，虽然他们的胳膊不能弯曲，但大家互相帮助，夹菜喂食。结果都吃得很尽兴。在生命的道路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不依靠别人而独立生活。先主动伸出友谊的手，你会发现，原来四周有这么多的朋友。
原来四周有这么多的朋友。先主动伸出友谊的手，你会发现原来四周有这么多的朋友。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他来到一个地方，走进第一层时，他发现有一张长长的大桌子，上面摆满了丰盛的食物，桌子旁边都坐着人，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吃得到，因为大家的胳膊受到魔法师的控制，全都变成了直的，不能弯曲，桌上的美食也就无法吃到，所以个个愁苦满面。但是他听到楼上却充满了笑声，他好奇地上楼一看，同样的也有一群人，胳膊也都不能弯曲，但是大家却吃得兴高采烈。原来虽然他们的胳膊不能弯曲，但大家互相帮助夹菜喂食，结果都吃得很尽兴。在生命的道路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不依靠别人而独立生活。先主动伸出友谊的手，你会发现原来四周有这么多的朋友。